小 S 公公许庆祥老公徐亚军涉入胖达人炒股案，他上周也被检方传唤作证，还因压力过大当庭落泪。当天返回豪宅后，小 S 除了录制《康熙来了》外，其他活动代言皆停罢。身心俱惫的他近期身居豪宅内，媒体在豪宅外守候多日，除每天保姆车接送夫妻俩的小孩下课和司机买餐点外带外，不见小 S 与徐亚军踪影，连到东区名牌店买皮鞋、送文件也委托女助理代办。让人心痛的是，他主持的《康熙》以往收视平均0.7，风波爆发后节目收视一路跌，7日至11日播出5天下滑至平均0.5。9日小 S 录影当天传出被约谈，节目当晚播出收视也掉到0.46。11日他被约谈当天收视更掉到剩0.32，两天收视都跌出前80名榜外，流失了4万多观众。惨的是，他姐夫汪小菲在微博发文想力挺他，却因前后两次标示他不同身高而被网友酸，提他身高干嘛？是在抹黑他吗？指责他帮倒忙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